贵姓大名？陈。陈。哪个系？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系。几年级？二年级。陈帅哥。美女。我也姓陈。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系。同班。同班。我姓舒，我是公共政策管理学系的学生。几十年级？好，我是78年级的，二年级的。好，你们这边全部都是二年级的。我是二年级的工作人员。右边是人事处叶处长。哇，地上一堆小朋友，怎么那么多？试运还有剩下33天14小时，市政府与一所大学市政研究专题研究成果奖策略联盟签约典礼。